听见都听不见，看到都看不到，我们赶紧把活干完，赶快走。我真拿你没办法，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混着用，会爆炸的。我不知道会爆炸呀。是啊，刚才有一阵怪风吹过来，然后那些纸巾风一声吹上来，是不是那些悍匪想找人下去陪他？是是啊，哎，有些事情不说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哎。你不知道别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把烧碱、黄粉、漂白水混在一起就会爆炸的？哎，真不知道怎么让你继续帮忙。哎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开工了。啊，你以为我很想在这里做事啊？这样我怕再做下去不止爆炸，随时连命都没得。真是的。喂，咪咪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这么写吧？鬼魂附身呢？医生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鬼？听见当听不见，看到当看不到，我们赶紧把活干完，赶快走。哎，我真拿你没办法，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混着用，会爆炸的。我不知道会爆炸哎。是啊，刚才有一阵怪风吹过来，然后那些纸巾风一声吹上来，是不是那些悍匪想找人下去陪他？是是啊，哎，有些事情不说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哎。你不知道别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把烧碱、黄粉、漂白水混在一起就会爆炸的？哎，真不知道怎么让你继续帮忙。哎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开工了。啊，你以为我很想在这里做事啊？这样我怕再做下去不止爆炸，随时连命都没得。真是的。喂，咪咪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这么写吧？鬼魂附身呢？医生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鬼？听见当听不见，看到当看不到，我们赶紧把活干完，赶快走。哎，我真拿你没办法，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混着用，会爆炸的。我不知道会爆炸哎。是啊，刚才有一阵怪风吹过来，然后那些纸巾风一声吹上来，是不是那些悍匪想找人下去陪他？是是啊，哎，有些事情不说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哎。你不知道别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把烧碱、黄粉、漂白水混在一起就会爆炸的？哎，真不知道怎么让你继续帮忙。哎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开工了。啊，你以为我很想在这里做事啊？这样我怕再做下去不止爆炸，随时连命都没得。真是的。喂，咪咪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这么写吧？鬼魂附身呢？医生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鬼？听见当听不见，看到当看不到，我们赶紧把活干完，赶快走。哎，我真拿你没办法，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混着用，会爆炸的。我不知道会爆炸哎。是啊，刚才有一阵怪风吹过来，然后那些纸巾风一声吹上来，是不是那些悍匪想找人下去陪他？是是啊，哎，有些事情不说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哎。你不知道别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把烧碱、黄粉、漂白水混在一起就会爆炸的？哎，真不知道怎么让你继续帮忙。哎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开工了。啊，你以为我很想在这里做事啊？这样我怕
再做下去不止爆炸，甚至连命都没得，真是的。喂，咪咪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这么写吧？鬼魂附身呢？医生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鬼？听见当听不见，看到当看不到，我们赶紧把活干完，赶快走。我真拿你没办法，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混着用，会爆炸的。我不知道会爆炸哎。是啊，刚才有一阵怪风吹过来，然后那些纸钱风一声吹上来，是不是那些悍匪想找人下去陪他？是是啊，哎，有些事情不说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哎。你不知道别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把烧碱、黄粉、漂白水混在一起就会爆炸的？哎，真不知道怎么让你继续帮忙。哎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开工了。啊，你以为我很想在这里做事啊？这样我怕。再做下去不止爆炸，甚至连命都没得，真是的。喂，咪咪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这么写吧？鬼魂附身呢？医生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鬼？听见当听不见，看到当看不到，我们赶紧把活干完，赶快走。我真拿你没办法，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混着用，会爆炸的。我不知道会爆炸哎。是啊，刚才有一阵怪风吹过来，然后那些纸钱风一声吹上来，是不是那些悍匪想找人下去陪他？是是啊，哎，有些事情不说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哎。你不知道别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把烧碱、黄粉、漂白水混在一起就会爆炸的？哎，真不知道怎么让你继续帮忙。哎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开工了。啊，你以为我很想在这里做事啊？这样我怕再做下去不止爆炸，甚至连命都没得，真是的。喂，咪咪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这么写吧？鬼魂附身呢？医生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鬼？听见当听不见，看到当看不到，我们赶紧把活干完，赶快走。我真拿你没办法，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混着用，会爆炸的。我不知道会爆炸哎。是啊，刚才有一阵怪风吹过来，然后那些纸钱风一声吹上来，是不是那些悍匪想找人下去陪他？是是啊，哎，有些事情不说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哎。你不知道别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把烧碱、黄粉、漂白水混在一起就会爆炸的？哎，真不知道怎么让你继续帮忙。哎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开工了。啊，你以为我很想在这里做事啊？这样我怕。再做下去不止爆炸，甚至连命都没得，真是的。喂，咪咪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这么写吧？鬼魂附身呢？医生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鬼？听见当听不见，看到当看不到，我们赶紧把活干完，赶快走。我真拿你没办法，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混着用，会爆炸的。我不知道会爆炸哎。是
是啊，刚才有一阵怪风吹过来，然后那些纸钱风一声吹上来，是不是那些悍匪想找人下去陪他？是是，哎，有些事情不说你自己不相信啊，我们能感觉得到。哎，你不知道别乱说，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一点常识都没有，你知不知道把烧碱、黄粉、漂白水混在一起就会爆炸的？哎，真不知道怎么让你继续帮忙。哎，算了，你明天不用再来开工了。啊，因为我很想在这里做事啊，这样我怕再做下去不止爆炸，随时连命都没得，真是的。喂，咪咪，你怎么了？不会这么写吧？鬼魂附身呢？医生，你坦白跟我说，我是不是鬼？